啊无，去上班上班无嘛，搁有恁太阳好吹，啊直接落到去靠背。咱讲真诶来，好，我讲来，来，即边讲要食啥诶哈？我讲五鬼啊，无鬼鬼，啥要食五鬼啊？看你还未死好无？咱讲真诶啦，好无？都扛一时啊，头要死啊！咱讲真诶来吼，要食五鬼啊，鬼啊来，都看啥要食好无？卖讲即尾量偌济，九十、八十、一百无重要好无？反正外口就扛到死掉，都无单单来。吼，两尾卖两百，吼，两尾卖两百，卖百五来。百五块，你要吃无来？不啰嗦，卖跟伊讲啊，一百块来就好来。哦，即个一百块来就好啦，一百来，好来。过时食好食啦无？要食好食，就一百块好食啊，啥物食啊？一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吴国宇，五块啊，就一百块，五块啊，啥物食啊？有人要来无？无吼，五块一百块，无要插话吼，还算厉害哦。半点钟内底卖两百块，还算厉害哦。咱讲真诶哦，好啦，我咱讲真诶无单单诶吼啦，好啦，五块一百块无啊吼啦，就过来，时间不够卖钱来吼啦，我讲来，好香芋来香芋好无来，香芋我你讲真诶啦吼来啦，来，香芋啊，诶其实咱讲白吼，时间我拖白咧，你全部物件甲摕起，全部拢臭臭臭臭，我知啦，迄个使讲，哦，无，独独即项皮件，香芋哦，香芋，你着豆油甲香芋甲姜啊，你切无？无啦，我是讲啊吼，全部拢臭臊，但只项是香的啦。即个无甲你骗，吼，你叫一个柠檬香啦，我无甲你骗啦，完全拢未臊开。好啦，无紧无重要，安尼啊无，啊你若要食，我招恁几个倒啊，紧倒安尼啊无。啊大只细只清清菜菜啦，无重要啊无。咩一斤卖偌济？200几，200青菜啦，好无？安尼啦，好无？我讲青青菜菜，我就讲上来就好来。吼，一尾卖讲60-80，好无？吼，一尾卖讲60-80，好无？我讲这四秒就是300几，啊，可能变200，好无？好无？我招你200块来，倒200，你食无？啊，也死人哦！你较大声，全世界拢听到你咧讲，吓死人！我无甲你骗。好啦，啊你袂晓啦，哦，搁一个小盘大袂算细啊啦，吼，咱讲真诶来啦吼，来200块，大细尾啦，哦，这大细尾啦，卖计较啦，好啦，迄个快讲吼，来，哦，到时啊无啥人要甲你打比赛啦吼，咱讲真诶来，哦，四尾200，哦，五尾200，来啦吼，六尾200，无只俗诶，咱讲真诶来，好来啦，七尾招你人无，200块倒啊200。来啦吼，还搁有香芋的无？那香芋就一个，你唔知有摕到无？我一个人拢摕两支哦，恁等于试，互囡仔试食看卖咧。这啥物东东哦？伊叫起司棒，就内底包起司，起司你敢知？食了起司鱼种诶。烘一个就好啊。哦，对啦，吼，食了起司鱼。用你话讲，烘一碗倒。好啦，我讲好来啦，好来。啊，你等伊啊，你等咧，我唔知你有摕到无摕到啦，吼。你无摕到了，好紧。我等下人无，老伙啊，你赶不上我，你要改。上千人咖啡哦，啦靠腰啊！咱讲真诶啦，等下啦，我讲来啦吼，我先解释一下吼。你先听我讲吼，姐啊，迄个即个物件原本伊就是色诶，无去等即摆无人我讲讲啦吼，伊就是色诶。你一只无聊透气袂使食啊。啊当然啦，你像我诶喙齿袂使食冰诶有无？我著无安尼食，我等下无要买热乎烧才食啦。啊食咸嘛袂歹食，反正都较好食。好啦，无紧来，我外口咧卖一条话一条40块啦。啊，当然我咧讲来啦吼，你只要想要食，我就几个头啊，好不好？咱卖讲外口那边40块，感觉足便宜的。哦，70块，一条五到70的对啦。我讲来啦吼，5条皮好不好？好，5条啦，6条啦，皮好皮啊，对不？来，我讲来啦吼，这6条皮啊吼，卖讲才500，好不？6条啊，卖讲卖500，卖400，还300，卖200块，要吃不？200块人要爱不？哦，200块想要吃，70块。啊！你个子哦，我讲卖6条2包，你敢足贵个吼？我嘛唔知写呾超市个，超市十块，我唔知为啥物啊？卖较好个，讲真个啦。好，你今日想要食，我就几个倒啊无？当然我嘛甲你讲白，恁厝后，恁厝内底有囡仔，恁来，即个一餐食好食啦。伊内底就是包起四个啦，6斤200，哦，7斤200，来8斤200，来9斤200。
安尼啦，大姐啊，我跟你讲，十几多招你一堆两百多啊，两百块，你要吃无？七十磅十几多招一两百块，两百来无？个这个老伙仔佫唔听无？下咱讲八个哦，恁老伙仔佫唔听无？这个什么死骨头哦？啊！来，来，七十磅十几两百块，想要吃？有人买来无？这才买到老伙仔，有啥啥啥？十几两百块，无吼？哎我，安尼，我要吃外号，这样你敢好？够样子？不用做啦，我你讲安尼啦吼，无紧无紧无紧，反正今仔想要食，我招一个好啊，十斤两百，来，十斤啊，后壁送你，莫搁加讲，十斤两百，无只俗个啦，可能袂少了冻袂下来，花十二斤两百，十三斤两百，十四斤两百，就想要食七十五斤，我招一个两百，好来多两百，我想要食，来我食来好啦，几无几块钱啊，我今仔袂恁只计食一斤无几块钱啊，吼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来十四，吼，十五斤我招一个两百，我想要食，两百我搁想要下无两百。有人要吃的吗？七十磅。七十磅。我不知道上礼拜也几手术里安尼，哦，结果回来无几个人。我来讲，我就一个七十磅两百块，想要吃的，有人要吃的无？无要吃，等边仔袂忙好不好？麦考虑，安尼就会使吃啊，安尼就会使吃啊，安尼若不爱吃边仔就是，微波炉吃伊就会使哩啊。好，条意思吼，我就一个两百块，想要吃两包无？哎，谢个谢个谢个。无吼，两百块无要插我吼，安尼好来。我讲吼，袂晓食恁兜代志，好来，好来，吼。我一开始我想你，那你袂晓食恁兜代志，好来，好来。我讲来，我来帮，来帮，来好来。来，七十磅，你着内底包七十个啦。来哥哥啦，安尼啦，来，时间不准，莫进来，你讲啥？虾啊，吼，好虾啊，来虾啊，来好不？虾啊，我你讲来，要食虾啊，几啊来多，我再食虾啊，好不？好，等于穿个菜，三个好食来，好不？好，水好食，鲜好食来，来咧，下过来讲吼，这袂了好，就是较单单免谈，行出来恁看，好不？好不？来啦吼，要食虾啊，我你讲，等于要炒啊，要三，在恁好不？一斤外济，两百块、三百块、再五百、再四百。我就一个三百块来，多三百块，你吃无？三百，什么吃三百块？我讲买啦吼，有想要吃，我就一个三百块来，多三百，什么吃？三百块虾子啊，方便来无？虾啊！来三百块虾吃虾啊，就一个三百块来，多来三百，来就这种物件来无？三百块，无吼，虾啊三百，无要差外吼，来我讲来，今仔先吃虾啊，我讲来，我来跟你讲辛苦了，好不好？我要吃虾啊，就一个三百块来，多三百来块，我到底招你拿三百来，好，我想要吃几滴三百，好啦，来三百。好，我想要吃，要吃我就吃三百块来，要三百，咁啊来三百，好来嘛。我想吃虾啊无，要吃虾就吃三百块，虾想要吃三百，好。三百块虾子，我想要吃三百块，那要吃无？虾就吃三百块，虾想要吃三百好无？虾子三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虾，无吼，虾三百块要来吼。啊，你感觉我一寡有诶无诶，拢我未提出来呢？我拢是卖桌面遮物件尔。我讲，系啊，我等后壁一寡有诶。菜卖啊。系啊。我后壁一寡有诶无，唔知我拢未提出来呢，我提到搬出来。提出来，咱相处就走。好来，三百啥物事啊？阿姨啦，哦，还是即摆八点尔咧，好唔好啊？八点尔啦。好啦，好啦，你相信你啊？来，我讲来啦。哎，我讲是来啦，我上提钱好无？我后壁提钱啊，好无？我上后壁提钱啊，我讲来啦吼。啊，你等下我讲者吼，啊，咱这样好无？无要紧啦，我你讲。哎，白的代志你免插伊啦，阮两个细汉穿一件内裤大汉的，咱讲真的啦吼。哎，阮两个穿一件内裤大汉，你嘛歪想嘛，咱讲真的来，啊，所以讲白的你免插伊啦，阮两个好到要死啦，啊，不是啊，拢咱做伙在困的。你是咧遮笑啦，靠呀！我甲你讲，咱做伙在困。我甲你讲，咱两个咱做伙在困，才砸着，咱讲真的来。好，我你讲好来，这啦好无这啊？你听我讲者吼，猪肉羹、白菜肉、煮咸梅、煮清汤。安尼好不好？好，你听我讲意思啦吼，要吃我搁几下，好，我咪搁加讲啦，来啦吼。今仔想要吃，我招恁在座几个，这叫啥海龟子的青肉，好，你炒只面煮只梅拢好用，好，煮只白菜咯拢好用啦。海龟子的青肉，好，只有肉尔啦，好来啦。好，要吃我招几下好啦，肉尔。好吧，好啦，我叫我讲，我招几个来就好来，要吃麦，我一包卖偌济，五百来，有人要来无？紧就好来，好，我招一个四百块，海龟子的青肉来三百一个来，啥要吃？海龟一千块，我招一个三百块，海龟一千块，啥要吃？三百块有来，一包麦讲三百二啊，我招一个两百块好啊，两百块有人要吃无？海龟子的青肉我招一个两百块来好，两百啥要吃？两百块有人要来无？海龟子啊，恁知海龟子啥物啦吼？唔知无要紧，你甲我当作咸肉就好啊。啊！你若唔知海龟子是啥物有无？你甲我当作蛤蟆就使哩来。我招一个两百块，啥物吃两百块？有人要来无？两百块？无吼！海龟子的青肉两百块，足久无卖出来，我讲来互啦。今仔想要吃，我就较紧的好，好无？我莫甲你加讲来。吼，一包两包，两包卖四百，好无？两包卖四百，开三五，开三百，我要吃三百块。
哦，300块。无要，来，反正我今仔一身尔，无几个人啦，吼、哦，无几个人。你三公变的吼，三斤海龟子八无一斤吧？即摆海龟子要较俗一斤嘛，104块、105块咧。来，我讲来，即两包啦，好无？可能变收了同袂下来，400、300、200块来，卖加讲来一个来，200多啊，我准备吃200块。啊，小姐啊，哦，200几啊，来我来。好啊，我会使去。